哎、欸，你们开始了、哦，开始了，开始了啦！我还在抽箱子、欸，我们还在抽哎、欸！哇，这是要浓汤啊！哇，就喵他一个人在抽、啊，喵他加油，喵他加油，太大了，喵他完蛋了，太夸张了，喵加油，加油！你有三个灵魂跟着你，对，你想知道哪一个的线索？我可以告诉你一点线索。我跟你讲，他们有两个人变得是一样的东西。好，好了，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就是这样了。你找到一个，就找到另外一个了。米奇在哪里？绝对难倒你！绝对难倒你！哇，这个也太难了。而且都有一点高度。鬼魂不能穿墙，好烦哦！真的。还要自己找路哎、欸！这地方真的是死角啊！团团，他怎么上来啊？对啊，他有那个吧？钩子应该可以吧？啊，他没装就完蛋了啊！他没装那个就完蛋了。对啊，他有装，我相信他可以的。没有他没有啊？有啦，没有，有啦，他有，他有。他们攻击可以射猎人啊，射猎人会被玩死。不行啊，反杀、啊！你会像那个一样啊？不行。哎、欸，开劈手的，被放那个炸弹啊，好烦哦、喔！为什么他又不叫了？哇，隐约六六六，好猛哦、喔！六六六，哎呦，哎呦，感谢你，小七姐，感谢理我。好啦，我还是动一下好啦，不然喵他好崩溃哦、喔。哇，换地方喽！哦，我换地方了，我换地方了。哇，你变大了哎、欸，可是有点扁了。变大变扁了，啊、什么东西？又大又扁哦！又大又扁，我跳！哎、欸，你旁边的面具好像那个、哦、摩登大圣哦，音乐哪边？隔壁的面具，你说桌上的吗？哎、欸，没有，墙上的吧？哎、欸，不要讲出来，不要，没有啊，去啊！桌上的面具哦，是桌上啦，不是桌上啦，那个啦，那个前方那个，对对 对, 對，在你旁边而已。我旁边，摩登大圣的那。哦哦哦哦，这个哦，看到了，这个蛮像的。原来，哎、欸，我跟你们讲哦，有人讲，我已经射到手酸了，辛苦你了。可不可以按着不放啊？哎、欸，可以耶，白痴，按着不放，可是对呀，它会有耐力啊。对啊，那耐力没了，你就丢头门。可是现在找不到，我也没办法。哦，这是一个，就是女巫可以变成物品，然后猎人去找女巫。然后我们玩的模式是，女巫如果被抓到会变成鬼。喵哈喵哈，他们现在往上看，往上看。他们现在玩的模式是霸凌喵哈。然后往上看，有没有看到那个东西在跳？对，跳啊！跳吗？我不能跳，可恶，我不能跳。短腰变这个了。喵哈，你丢到手太酸了。对，酸了。哪里呀、啊？他偷换位置了，又下来了。他下来了，我还在嘲讽你耶！他在嘲讽你呀、啊！他变大了，变大！哪里呀、啊？他这个东西好棒啊！为什么会有人带这个东西来呀、啊？哪里呀、啊？不是都变啦，喵哈这边没有东西。底下一楼，一楼，一楼，在一楼，一楼，喵哈，我在化妆室。哪里啊？一楼，一楼，一楼，我在化妆室。哦，原来是那个。终于团团一致。我难过。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对，是蜡烛，蜡烛，蜡烛。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个架子。啊、那个架子。看不到啦。那个架子。哎。什么架子啊？哎。哦，好酸哦！很酸，我没骗你。没有啦，就是点这一局喵他真的会很难找啦，因为东西太大、啊，太大了啦，人又少。对，有啦，嗯，这个这一张地图是可以玩十几个人的那一种。有啦，这你们进来的就可以了。大小，天哪！他每次是不是最多十个人啊？没有吧？应该再多吧？他上面写七跟十啊。因为我有、欸、真的耶，没有没有，于是我他有显示人数哦、那個人數，你有调哦，对，我是显示个，我没有动它，预测是十，可以再调，嗯嗯嗯，以后准备就绪啦，准备就绪，准备啦，准备就绪，啊、哎、no， 我是肥肥，为什么我要当肥肥？你为什么要当肥肥？
哎，放心，我等一下第一个找你。你没找到我怎么办？也不能怎么样。这可以变哦。变什么？变什么？变了一个很赞的东西。什么东西很赞？超级棒的东西。哇，这个好棒啊！哎、欸，等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哎、欸，可以耶。什么东西？你最棒！你最棒！不要这样！你们不要这样！好烦啊！好了，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啦！看不到了，气噗噗！哎呦，看不到了！哎、欸，我变了这个东西。哇，会让人觉得很热，很热，太热了吧？太热死，热啦，太热了。等一下，我觉得游戏声音有点小声，我要调大声。好，这罐有声音吗？没有，没有背景，没有，没有，因为我被用娃娃吓的时候，我都没听到什么声音。哎呦，我在调东西啦，一直丢，一直丢，哇！一直丢，一直丢。哎、欸，你跑走了。他现在是不是这段时间的水晶变成那个亮亮的东西、啊？对啊，变成那个圆的，圆的蛋。哦，好吧。复活之神，复活之神。刚刚那个看板就这样走了。不要。看板是谁啊？看板是谁呢？就是你。谁呢？就是你，就是你，那是谁？那是你，那还是谁？就是我。就是你，不可能！他是谁？跑去哪啦？又乱变！我觉得我可以在这边，然后就不……哎呦，看不到了，掉下来了。梳子椅子能变吗？他超多东西都可以变的，他超多，再大再小都能变，真的超多。我变的东西真的是，我想应该没想过这个可以变。我也没有想过这个可以变。OK， 狗狗 OK。刚刚看到，刚看到你在这啊，你跑出来。狗狗 OK， 你做事哦。狗狗 OK 不做事。狗狗 OK 不做事啊。对啊，狗狗 OK 不做事了。跑去哪啦？我听到狗狗的声音啊。当猎人不要只用啦，看不到啦。狗狗 OK 不做事啊。嗯，好大一个！到底从哪里来的啊？不是，我跟团团在玩了多久啊？原来是你哦！我超安静的，你不觉得？我想说，所以你刚刚换来换去就是你。我跟你讲哦，我刚刚在仓库那个团团的鸡就叫，然后他就整个在仓库里开始玩，然后我一直到处变，到处变，气死我！好扯！哎，好啦，好，不要到恋人哦。听到狗狗的声音了。狗狗不做事啊，狗狗都不做事哎、欸。我刚刚不小心把狗狗给用掉。狗狗换成其他的吗？对，所以因为我刚看哎、欸、新的哎、欸，我一点下去还没看解说就我只好跟在影院旁边看有没有狗狗。因为它好像是那个什么真空吸的。对对对，真空吸、那個。哎、欸，你不要吓人呐、啊！谁那么坏？吸的话跟狗狗差不多啊。吸到脚有紫色的话，代表里面有人。哦，是哦，而且那个女巫好像还会变慢，会缓速。在哪里啊？好恶心哦，超边缘。这里好，不要再吓我了。哎，你人是我。我要给喵哈一盏亮光。啊？给喵哈一盏亮光。哎、啊，被、欸、是被吸到了的意思吗？哎、欸、哎。欸这一只亮亮亮亮啊！你还是被打死啊！我下哦，我可以下来。我刚变那个超夸张的。我刚这可以那个大灯也可以变，然后讲说我好亮。他面具也可以变，面具也可以啊，好猛哦！那很多东西都可以变，超扯的。他这就是给多人玩的大地图，真的超级大地图。我觉得我还是换机好了。OK， 有苗，他马上变脸了。哇，原来洋葱是魔力
他不是洋葱，他是大蒜。哦，他是大蒜哦，他是挡人路的哎。大蒜他不一样。可是你前提是你要先找到女巫。对，可能就是一顿。就变到那个鬼抓人那一场可以用。这鬼抓人会比较强一点。对啊。你看我好绿哦。你好绿哦。超绿的，超级绿水银是不是？真的，跟你讲，谁超绿的？宝。谁超绿的？我。开心。哦，你那么绿。对，那个你是绿的。对对，不是报道。我爸是他是那种灵魂绿、欸、你们等一下看到我就会讲你怎么那么绿之类的话、哦、准备了、哦、有没有看到我没人没看到哦，我看到你好绿哦你也太绿了吧超躲起来超奇怪的超奇怪的什么东西繁星小绿人吧小绿人他应该是大绿人哦大绿人对但那不是小绿人的程度叮叮叮叮我就在这里不要动啊我跟你讲我就是个女巫那一定是墙画上的女巫有没有画女巫、欸、能够变回来吗可以，你按着长按就可以了。哦，长按，长按左键还长按右键忘记了。然后转，会转一圈圈，你就变回来，变成女巫，变回来。哦，可以变回女巫哦。嗯，是哦，是玉米罐头。绿巨人玉米罐头啊！昨天这个是有人吗？你怎么那么绿呀、啊？大家都喊特效有这么明显吗？反正你是拿鸡还是拿鸡蛋？这里鸡，鸡，附近有人，是谁？打人吗？找我！不要！好！不要找我！我掉了吗？没有，我还在这。你还在那？那我要换个东西变。哦，这里，这里，这里，快跑，快跑，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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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不会打跳板，可恶！哎，等下，刚刚是团团也讲不要，听啊，没有，我刚刚没讲话。那个，而且我刚没有讲话，也没有笑。我刚刚真的是你晃，好笑。找人喽！找人喽！这个乐器叫什么？为什么要在桌上一直放 ？Hello 呢 ？Hello 呢 ？Hello 呢？杰克，杰克，你看你左边那个乐器一直晃。左边？后面，你后面。你看看。对啊，那是你啊，还是那个是音乐？啊，我不在那边。是谁？哎，那个大厅里面有人。哦，杰瑞，杰瑞，杰瑞，那个你有看那个乐器一直晃吗？哪边？楼下，你楼下。楼 下去一层哎、欸，这个吗？对对对，左边左边，你的左边，那个乐器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有啊，哎、欸，这个吗？蛋糕？不是蜡糕啦，后面啦。哎、欸，中了，蜡烛蜡烛蜡烛，救命！他变了，他变了，他变了，怎么样？二楼二楼二楼，看到对，绝绝了那边。李老。啊！小雨，小雨别了，小雨真的一直晃吗？有，他真的在晃，他真的在晃，我确定。为什么他一直晃啊？我记得我刚刚一个人当猎人，我有看到一个枕头也在一直晃。对啊，一个红色的枕头在沙发上。我以为说红色的红色的什么头？头。我这个红色的一直晃哎，魔头。哦天哪！我的角色挥拳，我眼睛好痛哦，很亮是不是？好亮，我的妈！闪到自己，哇，好闪呐，太闪啦！哦，真的是哦，哦哦哦，靠，闪到自己都受不了啊！哦哦，哎，小雨，嗨，你刚刚不是说那个哎，那个叫杰克看你后面的乐器吗？嗯，那时候杰克在我旁边，我好害怕，你知道吗？他说你是在外面吗？怎么又来了？我要死掉，我不敢讲话，你知道吗？为什么每次都是那么没有？他说你要他在外面哦。没有啊，就是你在那边一直玩那个吸尘吸吸的，然后把一堆桶子弄在一起，我在你头上啊。因为我想说有那个灯光，我不知道那到底是有吸到还是没吸到。没吸到，我在头上。你是吸还是下东西？哦，我
整个超怕的，你知道吗？明星，我怎么找不到泰迪熊？不是有泰迪熊？你看，不知道这场有吗？好像在楼梯间吗？我有点忘了。这个场有吗？这个对这场，因为我就我丢的那个影片，它是变泰迪熊啊。这个的点真的是可以躲的点真的是有够多的，很多超多。对啊，超多，超多，超级多。哦，白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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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的是我们两个白痴哦，白痴。哦哟。我觉得 Jerry 你的头超好笑，因为你是那个兔子的头，但我看是没有兔耳朵。哦，对，而且重点是，你的裤子有尾巴，然后穿的海盗装，超怪。我觉得那个凡西你一定要看一下 Jerry 的装扮。我看到了，看到了，他的尾巴。中了吗？哇！排子，